观众朋友您好，我是沈金华，欢迎收看在新北的故事，跟我们一起来听故事。那么今天我们要来听什么样的故事内容呢？欢迎我们的故事引言人黄君琦老师。君琦老师好。金华好。是，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。今天君琦老师要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故事呢？是的，今天我要带领大家进到三峡横溪去看一个老茶人的故事。这个老茶人呢，是三峡的有机茶园的这个老板，叫做黄文雄。是的，他今年已经80几岁了，他坚持从他10几岁开始制茶开始呢，完全是用蹲下去手工把这些杂草拔起来，完全不施半滴农药的这样的一个，是给予别人呢喝茶健康的这样的职人精神的一个老茶人故事。而且他曾经得过世界的制茶金奖，哇哦！而且他还得过了整个代表三峡去到了这个全台湾的10大经典名茶绿茶得主。哇，真的，那很期待这个故事哦。我们赶快出发吧。因为30年前我在农会上班，那当时呢，黄文雄阿伯呢，他告诉我说，君琦啊，你知影阿伯为什么一生要做茶无？因为吼，阿伯就是希望讲吼，做这茶吼，拢爱对别人敢若讲饮料有身体健康。所以他跟他的太太一辈子做到现在70年了哦，他就是要做出让人家身体能够喝到这个茶健康的这样的一个职志，这样的职业。所以我当时听到他说，茶农。他呢愿意哦，每一根这个茶园里面长出来的野草，都是那个阿伯跟他的太太亲手蹲下去，用双手去把它拔起来的，完全不施任何的农药。对呀、啊，真的，他们这样子的一个对对对，有环境友善，然后呢，他们对茶的品质的一个坚持哈、哦，以及他对三峡不只是自己种茶种得好，他也希望说，哎，大家可以有机会再把三峡的好茶能够推荐给大家。是的，哎，好像要到喽。哎，对。哇，就是这边吗？对呀、啊。哇，第一次来到茶园这种地方，哎，这里就是三峡手工哦绿茶国宝茶师黄文雄波波的茶园。哇，好大一片呢。是啊，空气非常清新哦。哦，难怪三峡可以种出这么好喝的茶。对，哇，你看，哎，阿伯在那里。哦，阿伯好。你好。你好。你好，你好啦，你好。好。哎呀。第一摆来这茶园呢，哇，空气非常清新哎，对呀、啊，好所在哈。恁两个辛苦啊，辛苦，大家辛苦。阿伯啊，酒在无用，慢茶呀。哦，辛苦啊，辛苦啊。好啊，给你倒三杯。好啊，好啊，爱甲阮干呢。对呀、啊。这热哦，你们倒完茶就要先滴热下。哦，真正真正，有影带吧。你头奖妹妹，你头奖妹，来来，进来进来进来。哦，你两个啊，你嘛真辛苦呢。好，第二个，地卡下个。地卡下个，地卡地卡，哇！地卡下个，我这地上。慢地哦，学采茶。慢地哦，普通一般的在讲的是哦，就是一心两用啦。一心二用。一心二用哦，一心二用。啊，也心就是。这不用这个哟，不用这个。啊，边啊两箬，一大块哟，无要紧就对啊。对，啊，伯做茶做偌久啊？哈，我做茶做70几年啊。70几年，哦，做70几年啊。嘿，我不是刚才因在咧讲啦，毛记者毛人来直接问我啦，问我讲我要搁做偌久啦，我讲我嘛唔知要搁做偌久啦。反正我会做就搁做啊，若讲到100岁会做，我嘛还搁在做。是啊，咱除去讲茶吼，那用心来做哦，茶起来拢较好食啦。是啊。哦，啊茶袂使讲凊彩做做的啦。嗯。茶就是我不是讲茶，什么茶吼，拢是爱用迄用心来做啦。是。才有好食就对啦。对啊，一定的。唔是讲啊，什么茶做起来歹食，无迄个代志啦。嗯。除去你要用心，什么精锐的茶来做都好吃，对不对？那阿伯，我们今天采这个茶，但是
除了讲咱来亲身来挽地以外，咱上重要嘛是爱看你插地技术对不？哎，好，咱军旗公你是国宝级的绿茶的那个制茶师呢，他世界出名的，真的是曾经得过世界第一名呀、啊。啊，是不是买迄落表演，给咱看卖下一个，好不好？好，这要做就要等下厝的。好啊，阿伯咱来厝的。好，行好行，进来看人家阿伯插地。甲咱做一下介绍，咱地转来以后，你还阁做啥物代志？咱地转来一定爱拼开，嗯，爱拼好开，嗯，啊，万不离讲，这地若较济，有时爱烧啊，烧你就爱甲人好开，嗯，哦，你有时啊，你讲讲地若较少一撮，你人好开就好，嗯，你地若较济，你就爱用电风甲扇好冷去，嗯，无惊伤烧，嗯，咱若要做绿地。那无论你做啥物地，地唔通个红个，地若红个啊，这个地烧红个，骨里袂红啦，骨里袂惊水，烧那红个，这个骨袂惊水，骨真真真。所以讲，这个地呐，所有做啥物地个，伊都得十分度个。所以讲，这个品质就要顾好，就是讲，这个地内底一定唔通顾会红个。哦，所以讲咱做个地才会好食，而且才会冻得久，这水分才提袂滴。嗯，地做个。这叫做萎凋。萎凋。哦。放个萎凋，咱这转来就是讲先人哦冷来，啊再疲劳这个家里内底，家里内底，放个萎凋。嗯。大部分做绿茶哈，这个差不多到270度。这顶头这虽然这顶头这足烧的，只要人袂坏，这袂坏。啊，但是这鼎内底吼，你这手爱伸咧这下头来，下头来才会坏。你袂使伸悬个，超过一半个，你袂使也超过一半个。这手袂使伸咧，袂使超过一半以上。啊，这个位就足烧啊，这个位就足烧。啊，咱老早吼，这地就是看讲。哦，你这有烧无？即久这伊有一个青味对个，皮有一个青味。嗯。哦，啊你过一个时间，伊就无青味啊。伊即马这地若光咧，那伊就无青味啊，伊这地就熟去啊。啊。我拢手无看这个地有熟啊，无熟啊。哦，像这地熟啊，熟啊，会使拼出来。啊！即摆提起就入去食咯。啊！这你先弄海螺啊？弄大约炒三分钟。三分钟啊！哎，啊！伊这一个无够，炒绿茶一个无够，就爱两鼎。
厝啦。这个结块哦，有即马拍出来哦，有只一半永远也无开的哦，还阁小透透的安尼。这三四个较快当。就丢了。咱大家较早要读书困难啦，嘿，吼，这拢无路呢，你拢爱行路，行路去读书啦，嘿，啊，所以讲，那你甲看，那普通一般着山顶的人哦，拢是小学毕业的，嘿，哦，就去讲你亲戚的外面，嗯，哦，即讲阿金阿姑啊阿姨的子弟，较高雅的所在，嘿，你才有法度人去带呀，囡仔去寄呀。去读书，所以你就是因为细汉嘛，无通好读，只好做地安尼嘛。啊，就是讲做地，就是讲啊，无咱规心行为这个地来做，嗯、哦，尽量讲做这个地。嘿，较早在公学的时候，
我十六个月，阮老爸就死啊。是啊。哦，我倒阮老母啊，阮老母是来做勇敢的，就是咱拄好去爬迄个园内底哦，就种番薯啦。哦，所以讲，阮规年冬天拢有番薯通食。哦。勉强我巴肚好枵啦。嗯。啊，较早咱摕枣是茶的啊。咱若要来山顶的时哦，我刚才因老讲几个，我两三个会行，我就摕山的啦。哦，倒阮老母去啊。嗯。乌头骨头在。成个圣徒啊，哦，所以讲，什么物件我拢会晓做，所以讲，因为话你讲，我四五个我就要煮饭啊。咱进前啊，咱只会客食啊，听讲嘛是安尼做茶，安尼足闹热，足侪人伫咧做茶，所以咱的三甲的茶是介有名对无？迄阵才几个拢足闹热嘞。我做囡仔迄阵啊吼。还有这龟山无甲一个空地啦，拢全地方啦。所以早期咱三甲的地米确实真正是足侪人伫做，足有名的。龟山全拢种地啦，无，较早我做囡仔，这龟山全地啦，无一只讲，哎，你是种茶还是种什么物件，拢全种地啊，对吗？对。啊，种地是只，迄阵啊就是。做良井算全省上好价的，就是咱良井上出名。跩人去外面探食，比万地更加好啦。哦，我来探一工，都在万地了，万三工啦。嗯。啊，佫去探钱现金面地啦，今仔日做煞，今仔日钱随互咱啦。嗯。哦，唔是讲诶，十五工领一摆钱啊。嗯。今仔日佫甲单刷好。孔古力拍好钱现发啦，做袂去啦，这场做山换做一场，啊来山跩人的是在山顶生存跩人拢做袂去啊。你即马算讲是咱三甲在地上资深的做茶的师傅对无？可能比我，敢能讲像我遮侪各做的人可能无，嘛是无啊啦。目前三甲哈。手工做这日茶凉制吼，这个技术的吼，这头先哦，已经吼，伫咧这个技术咧三甲已经无去五十档啊吼，系啊，啊现在是阿伯吼，有教一寡啊徒弟啊，吼全三甲的拢无计较啦，你若要学吼，我拢吼，甲你愿意甲你教，系啊，教真侪徒弟啊吼，对啊，欢迎你来传授这个物件，你若会要。都也要去电视要做啥？这是特色的呀。是啊。啊，即马物料戴文祥啊，内底也有两三下物料算袂歹啊。嗯。因即马都也有因已经，因去表演啦。真。戴文祥嘛有提去台北表演过啦。是。哦。啊，台北大学啊，高中客家园区。都也因拢有提这个物件去表演过。有。哦，去目标。安怎？啊，要安怎怎地？这良井要安怎做个？嗯。哦，啊，绿茶节就是规定有去遐做。哎。啊，即摆农会若要搁办，嘛要搁提来遐做。算讲咱农会有伫去甲咱农民斗三工，有甲咱地农斗三工，斗杀嘛吼。要安怎行销？要安怎宣传？对不？啦，拢有甲这农友斗下手啊。不怪即摆呢，地农斗三工真侪啦。哦。啊，所以讲我。咱其实我有时讲，这农呢，农的人要行的时啊，其实爱用农会来跟咱斗下手，对，不应该靠咱家己啦，系啊，对。我在做的时候，平常哦，最高级的都也不多啦，哦，对啊。但是哦，有很多人喜欢来我这里买高级的，对。不过你这绿茶伫咧。清明进前的茶有较好，这个都是清明。清明以前哦，还有一段时间做得很好的。哦，不是说清明前就很好，不是这样。还有大部分哦，差不多有十天左右，这个茶叶做起来特别好喝。阿伯，紧嘞，我想要啉看卖啊！谢谢阿伯，谢谢阿伯。吼，谢谢。喝一下好茶，所以说这个茶叶说，人家说清明前就很好，不是清明前。刚好的茶拢会回甘对不？对，会回甘。哇，哦，今晚您的什么味？你看我马上喝完了，就是
很清香的那个感觉。有什么苹果味吗？我们现在这个哦，这个就有绿豆香的。嗯，绿豆香，浓浓绿豆，就是香，一个香气在。高级的哦，高级的有毛香味道。毛香。嗨，有毛香味道，会有感觉，好像甜味一样。哦，我。那我们还没有喝到最高级的，我就已经觉得相当好喝了，是啊，比那种外面的那个手摇饮好太多了，又会回甘又不会涩。对对，有高级的哦，嗯，我有留一点点在泡，真的，嗯，有高级的，我泡一泡给你们。呀，我们有口福，市面上哦，可以说要买到的都很困难，很困难买不到的。这个很多人喜欢买这个，这个大部分哦，都很快就卖完了。嗯，这是因为这个比赛。比赛这个有的人不比赛，嗯，来泡这个茶有时候不比赛。这甚至比比赛更好的一个。比赛，你比赛哦，订的头等才5000了，特等的才10000了，只有10斤了。啊，你头等的也是一个只有10斤了。我有一个把我买很久了，他不要比赛的。嗯，只要你这个。他只要我卖给他，他不喜欢比赛的。他说比赛的哦，你做头等的，这一次头等的很好喝，下次买头等的有时候不好喝，不好喝。不一定。天气对啊。老师哦，我常常在讲，不是说我不是说。老师你不准，就是老师哦，吃的甜味有的个人不一样，这个是用苦。一部解功一路科学的。啊，科学方法。我什么物件给用进去？量下去之后啊，这个几度，这个甜度多少，什么多少没有，都是用老师的经验，老师的口感。口感啊，再喝啊。有啊。有时候很自私啊。还有的喝的个人喝的有个人有不一样。哦，有的要喝比较重一点，味道要比较重一点。哦，哇，我觉得黄文雄贝贝他泡的那个茶真的是太好喝了。是啊，而且我觉得茶好喝是其次，他让人最感动的其实是他跟太太之间哦，为了这个种出这个好茶、健康的茶，让大家来喝的那个精神。你看，哎，每天一大早就自己去采茶，然后整个过程呢都不假他人之手，对不对？难怪呢，黄文雄贝贝可以成为我们三峡这么知名的一个制茶师，而且呢，从他的一个制茶的过程，也是等于是看到了一部三峡很简单的一个制茶的一个历程，百年三峡茶史，真的让我们知道了这个三峡茶为什么可以有名起来，然后它发展过程是什么样，对不对？是的，嗯，真的非常让人感动的一个故事哦。是，而且在黄文雄贝贝的身上可以看到呢，过去百年来呢，三峡的一种淳朴人的一个质朴的精神，一种很好客的，而且与人呢非常这个欢喜欢乐的这样的一个精神，真的。所以我们也很期待之后呢，君琦继续带给我们更多在地的故事，好不好？好，是在新北的故事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